家好，我是 Coco。今天很荣幸跟大家分享当初创立墨索的理念。在法国的印象派中，有一位女画家名叫莫莉索，她是一位独特的女性。那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呢，就很欣赏她。于是，在1997年的夏天，我们以她的名字为发想，创立了我们自己的品牌，名叫墨索 （Mosso）。公司一直以来以爱与传承为出发点，希望创立一个幸福企业，让大家在墨索上班都能够感受到这份幸福的氛围。墨索创立至今已有23年了，我们知道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一直有在举办义捐的活动，散播更多的爱到偏乡给老人与小孩，让他们可以从我们的义捐当中感受到更多的爱与温暖，也让我们乐在生活，乐在工作，让我们每一天过得充实有意义。我们今天也来聊聊为什么使用法国顶级法品 RF 这个品牌。像现场客人在做头皮养护五号精油时，它的天然萃取植物薰衣草与柑橘，除了能深层清洁头皮，去除油垢味以外，更能让客人从嗅觉到触觉达到身心灵全然的放松。快来为自己预约一场来自南法的头皮 SPA 享宴。